用错水来看这部电影，我是觉得这部电影就是真的充满了欢笑跟泪水，而且也对韩国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。那希望李钟硕以后可以再拍更多更棒的电影跟我们分享。看了观象的预告片之后，就很想来看，今天来看观象，希望大家都要来看观象哦。对，因为钟硕来看这部电影啊，虽然是因为他才来，他才是主因，但是这部电影剖析了人性各方面的黑暗与光明面，我觉得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。钟硕也因为这部电影让我们知道他更多面向，还有他演技又更上了一层。观象黑棒，我爸是安黑。虽然我是因为李钟硕来看的，可是看了之后觉得这部片真的是，不喜欢李钟硕的人也会喜欢的片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来看。观象大师好看，观象大师真的很好看，观象大师超赞，观象赞，观象大师赞，观象黑吧，我爸是安黑哦，我爸是安黑，观象大师好不好看？好。观象大师感不感人？感人。李钟硕表演的好不好？好。李钟硕帅不帅？帅。李钟硕，我们给他加油一下。翻起。어찌내가왕이될상인가이런다고영혼을막을수있을까상은 변하는 것이다.